啊，姐，我就回来了啊，等我。美女，美女，你这衣服都破了，拉链都爆开了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？哎呦，我没看着，我以为好了呢，我也穿出来了。你看那些人走过去走过来都看你，你没发现吗？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多不好意思嘛。哎呦，你这如果过去的话，前面都是人，后边也是人。这样吧，我包里还好有我身上的同款，能穿到200斤，你试一下。我看你是不怀好心来嘲笑我的吧？你这么瘦，我怎么能穿呢？你这个美女真的是不识好人心，我都145斤了，你看我这大肚子都给我遮起来了，这个是大码的吧？你试一下嘛。我能穿啊？啊，那反正也是挺尴尬的，那我试一下吧。啊，好。哇塞，美女啊，嗯，我还真能穿了，这码还真合适。哎，这是个假两件哦，对呀，还是新中式风格，好有层次感呢。你快看看，我这样穿还像170斤吗？这哪里像170斤啊？顶多100，把你大肚子都给你遮平了。这小裤裙也好穿呀，你看提起来还宽松有余量呢。你也太会买了，但我摸着这好像西装的面料。价格挺贵的吧？一点都不贵，你点这个小黄车进去啊，这个上衣啊才89.9，老便宜了，这么便宜啊！